这边啊、哦，把它做整理，知道吗？你把 S 跟 Y 尽量移到左边去来，所以呢，整理的时候 ，X 三 S 往前移啊，减掉三，五减三二 X， 把这减 Y 移过来加 Y， 负二 Y 加 Y 是负一 Y， 这一就孤单留着啊，不要移啊，留着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下一个式子哦，这两个留着，所以照抄四 S 减掉三 Y， 那个一把移走，移到等号右边，正一变什么？变负一对。好，可以使用加减消除法，不过你要把 S 还是 Y 变一样啊 ？X 比较快，因为把它都乘二是吧？对，乘两倍啊。哦哟，我们刚刚在做整理，整理就是说 S 跟 Y 移到左边，第一个数字移右边，第三个式的乘于两倍。好，我现在没有编号了，就这一次要给它乘几倍？两倍，对。对，第三乘两倍变什么？所以四 x 四 x 减二 y 等于二。好，再来使用什么法？相加还是相减？相加啊，相减。相减消去谁？相减消去四 x， 好 ，x 等于不见了。所以负二 y 减掉负三 y 变成负二 y 加三 y， 很好，漂亮，就是 y。y 等于零。不是啦，二减负一耶。哦 ，y 等于。二减负一变二加一，二加一就是三 ，y 是三的，然后二减负一二加一 ，y 就是三的。好，带回去来 ，y 现在三的话带哪边去啊？等于带第二个。我没有第二个，一二这个二哦，还是这个？这个好不好？这个。多。好，来，你把 y 用三的话，四 x 减掉二乘以三，减六等于二。减六一过来加六，四 x 会等于八。s 三 s 二啊，好吧，正确是二吧。所以这一组减呢，它是 x 等于二，然后 y 等于三。我在错地方。好，后面还有两题啊，给你们自己完成的哈。完成好，我过去改。考虑到你们很多同学在写的时候，还是学校有要求我们要写第一式跟第二式，然后详细的过程。那这题的解法我写详细，然后等一下你们自己算再看情况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他编号第一式跟第二式。好，编好之后呢，要把它变整数，你只要把第一式乘几倍？啊，变整数乘二啊。乘二倍吧，好，来乘二倍。所以第一式乘两倍之后呢，变成 x 乘两倍。6y 后面乘两倍呢变十哈，可是你要看哦，你乘两倍之后呢，跟第三式可以处理吗？啊，乘两倍可以啊。不行啦，你这边发现它是 2x， 你这边 x， 乘2，你刚刚乘两倍是不是再乘2哦？是啊。一开始乘4就漂亮了，所以应该这样写哦。那怎么知道？一开始给它乘4，一定要先乘出来才知道。对，你乘到才知道了，你乘以4刚好变 2x 嘛，就刚好符合了、啊。所以把第一式给它乘四倍，乘四变二 x， 乘以四四三十二十二 y， 后面乘以四那边二十，给它编号第三式。好了，所以二跟三怎么样？可以使用加减消去法。你要相加还是相减？就那么简单。二 s 二 s 都一样，相减哪个减哪个？二减三，三减二。三减二啊。三减第三式减第二式哦。对啊。好，选得很漂亮哦。你用第三式减第二式，你就要小心编号问题哦。不是吗？二减二没了哈。十二 y 减掉负四 y 变什么？十二 y 减负四 y 变成十二 y 加四 y， 变十六 y， 对不对？十六 y， 然后二十减掉三变十七，所以 y 多少？等于十六分之十七。对，你没有算错哦，答案就分数哦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就这样子啊。最难算还是要算来，这也是要求 s。你可以选择把这结果带入哪边去？带入第二次。还是第三式，第三式，不是第二式，你不会第一式吧？第一式好吗？第二式哈，带第二式的话呢，带入二，好不好？第二式卡住，一定会被吸引。带第二式的时候，二 x 减四，减掉四乘上十六分之十，对，十六分之十七等于三，对。好，再来哦，四跟十六是可以约分，对啊。你用四一四四四十六，好，再来。为了尽量避免碰触到分数，我会建议说你们直接去分母啊，两边都乘于几？又要乘哦。对，两边要乘，乘几？乘要去分母，两边都要乘。四。乘以四，乘以四变八 x， 乘以四就没有分母了，后面乘以四变十二，你再把这八 x 留着，减十七移过来怎么样？加十七变二十九，对，所以 s 答案多少？八分之二十九。好，所以它这一组解哦，就是 x 等于十六分之十七 ，y 会等于八分之二十九，是它的答案。
好，那你后面那个二三四题这三题啊，都是要先去分母，先去分母之后再来做整理，好不好？然后三题写好给我看哈。如果你还有印象，上礼拜我还讲过，现在都忘记了，就太不应该了哈。当你遇到，看这里，看这里哦，来。是金手练习那里吗？对啊，很好，你有印象啊。看到绝对值相加等于零，除非一种情况，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零，这个地方全部也都是零，因为也只有零加零才会是零。绝对值啊，出来都正了嘛。x 等于零 ，y 等于零。不是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来，就这样，我知道。好，按照佑轩的讲法，如果这边带零，这边带零，零加零减八多少？啊，我知道了。负八绝对值变什么？正八。还有机会变零吗？八七。也不可能，不能变零啊，就是没有答案是负八了，因为出来都正的啊。一定会有一个一啊。所以现在怎么做呢？你要让这个整个都变成零。概念这样子哦，整个变成零怎么写？就让它直接等于零呢，直接等于零就变零了啦。发现这也是啊，让它变成零啊，所以四 x 加三 y 减七等于零，连力解啊，所以要解它，找一个方程式，找个答案，让它带进来之后都变零了嘛，这样才会有解啊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你现在要怎么做呢？把减八减七移过去，然后使用加减消去法把它解出来。好，解完下课休息。这边一开始呢，完全无法使用加减消去法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有把它的系数变到一样。好，对，你可以把它先变整数。为了要变整数，你第一次要乘多少？不要乘十哦，好不好？乘几就可以了。把0.5变成一乘二不就可以了？所以把第一次乘几倍啊？两倍可以变整数。好，你可以这样做，把这第一次哦，给它乘两倍，乘两倍变什么？四 x 减掉一 y， 乘二嘛，变成一哦，乘二变成六，这编号第三次哈。好，再来那个第二次的部分的话呢，它分别有0.75跟二分之一 y， 还有2.5，你觉得乘多少有效？100，乘100太多了，你现在你可以稍微聪明想一想，大概乘几就够用了，因为不要乘到这么多。首先哈，0.75把它想为什么3/4，所以你会发现乘四就好了啦，不要乘那么多，知道吗？你先乘稍微小一点，不要乘到那么大哈。所以把那个第二次给它乘四倍，好，乘四倍的话呢，乘四倍要变什么？那就变三 x 了哈。乘四倍呢会变成2y，好，乘四倍刚好变什么？变十啊，这编号第四次了。好，再接下来怎么样？当然就要把它的 s 跟 y 其中一个要变一样，才能够使用加减消去法。这边你们可以接手吗？用 y 是不是 ？y 变几 ？y 变2y。好，你把第三次又乘两倍了。学校如果还是要求过程的话，还是要这样写的。如果说他已经不看你这种过程的，觉得你们太熟练了，这种什么几乘几不用写的话也可以。好，那我还是再示范，我再写一次好了。把这个乘两倍哦，第三次给它乘两倍，乘两倍的话变成8x 加不减了，乘二的话减2y。乘二倍等于十哈，这给它编号第五次嘛，那么多次，好，因为那个三变过来三不理它了嘛，看四跟五就好了。那四五这两次的话，你发现怎么样？可以使用相加还相减？四这两次啊，你要消去 y， 应该使用相加，对不对？相反数用相加消去法哈，所以相加三加八怎么样？变11，11x等于10+12，22，所以整数哦 ，x 答案就是。二哈，那这二算出来之后呢，要带到哪边去？带到哪边去比较好呢？你很多选择啦，那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比较好处理的哦。三四这两次都不错，分数不要去碰它。好，这两个选一个吧哈，不要选这个哈，选第四次哈，带入第四次。好，带入四的时候呢，再看哦，带入四以后呢，你把 x 用二代，236，所以6+2y。等于十，六一块减六，二 y 等于什么？等于四嘛，所以 y 就是二。所以这个解题是很快的 ，s 答案就是二，然后 y 也是二，是要这一组答案。好，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你最后答案一样都一样的啊，不管你带三跟四啊，结果都一定都是二啊 ，y 都是二。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是老师说的。这题有没有学过？没有。
没有一定要学，这是国中联立方程式的经典，经典就是说以前就有到现在都很棒的一个题目哦。好，怎么看呢？对，你先看交叉看，不是啊，你交叉看有没有看到对称？有啊，有没有103y 103x 107y 107s 107y 是不对称？当你遇到数字对称的时候怎么做呢？跟你讲简单，你就把第一次跟第二次相加相减各解一次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知道吗？他这个题目被设计过了，就把两次相加两次相减各来一次，先来两次相加一加二，两次相减一减二，分别写出来。好，一加二变什么结果？你不要通分哦，通分你会哭哦。你要找公倍数，你会数字很大，知道吗？所以不要去找公倍数，太大了，找不到，好不好？也不好找，直接给它相加。107加103变什么？300。是我加法有问题吗？还是怎样？107加103。210x 啊，再来，这两次相加变什么？一样。103y 加107y 是210y， 对。再来数字相加变什么？297加上-87。297加-87是210。好，结果呢？你发现都是210，可以除210吗？可以哦，得到这个结果 ，x+y=1，马上给它编号第三次。所以两次相加的时候得到这个结果。好，继续哦。那两次相减呢？来，各来一次哦。两次互减，107减103。全部除掉104。你说为什么变这样子是吗？210，210，210，全部除210。a+y=1。好，好来，两次相减的话呢，107减103变什么？好，变4x。继续哦，103减到107呢？-4y。好，-4y 嘛，现在变歪了，-4y。好，再来，297减掉-87，小心哦。减掉负八七变什么？变成297加87。加87。好，加八七变什么？7加7。87。3384。384。我还是算一下，怕你们的加法。对啊，384啊，对啊。好了好了，我怕我的加法。来，再来，把这怎么样？再去除以4，可以除4吗？当然可以啊，除以4啊。除以4变什么？x减y=4，96。好，变96，给它编号第四次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你现在变得很清楚了？你有两个式子哦，一个是 x+y=1，一个是 x减y=96。这两次可以怎么样？相加跟相减，分别去求 s 跟 y， 有没有？所以我继续来哦，你不要觉得很复杂，它很简单。整理到变这样，你还不会解吗？对不对？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这么简单，怎么不会解？来，所以继续哦，我就把这个是分数解哦，把这个第三次跟第四次两次相加，你看哦，相加消去谁？2/97，对不对？相加消去 y， 对不对？所以2x 会等于什么？等于97。97，所以 s3 多少？2/97。对，你算到这个时候，记得不要代入消去哦，不会比较好做哦。马上，你看这个，你为了要求 y 嘛，还要求 y 啊？这两次相减可以求到 y 啊，我把 x 把它减掉嘛，对，我用第三次减掉第四次，两次相减 ，x 减 x，x 没有了 ，y 减掉负 y 变什么？零啊。哎，怎么都没了 ？x 减 x 已经没了 ，y 减负 y 又没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 ？x 减 x 已经没了啊，你是 y 减掉负 y。对，2y啊，这边2y 哦 ，y 减负 y 变 y 加 y 是2y， 所以2y 会等于1减96，负的95，所以 y 来了多少？2/2，一过来除2啊，你刚刚不是用相减吗？1减96，因为相减我们是不要带，我刚刚说不要带，因为带变分数你也不好做。你是不是可以相减消去 x 得到 y？ 这两个相减啊，不是啊？两个在相减。对啊，你看哦，我们刚刚相加得到 x 嘛？对，相加是要消去 y 得到 x， 我相减可以消去谁？消去 s 得到 y 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聪明？这样做了哈，来，所以相减变2y等于-95哦，那2一过来除2啊，就2/-95啊，所以这一组解出来了，就一组啦 ，x 等于2/97。然后 y 等于什么？2/-95。好，这么烂的题目。所以这题注意哦，下次你看到对称型的时候，怎样对称哦？它是 x 的系数一样，
前面那个数字一样，然后 y 跟 y 的系数一样的时候，这种对称型的方程式出现的时候，记得先相加、相减各来一次，化简，化简完之后再来去求解比较好解。好，这样没问题。这里很棒，学起来哦。好，那希望考试考出来哦，你们都要会哦。那个计算的第二题哦，来看这里哦。只要看到对称型的方程式呢，看到对称的时候，你不要怀疑了，两次相减跟两次相加，好，相加相减各来一次哦，相加相减。好嘞，一加二变什么结果？直接这样，你不要理它哦，因为对称的哦。一加二，五加五分之一耶。五加六分之一之 x。你写假分数，五分之二十六 x。外场嘛。会比较好做。比较好做，好。再来呢，两次相加变什么？五分之二十五 y。五分之二十六 y 嘛。五又五，五又五分之一嘛，变成了五分之二十六 y。这两个相加变什么？二七加五一，七八。我不喜欢这数字。好来，老师，你看，再来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怎么样把这个五分之二十六弄掉呢？简单，乘导数嘛，对。所以两边给它乘导数啊。乘26，乘二十六分之五。好，两边都给它乘导数，因为我把那个弄掉后来。乘二十六分之五。对。那答案乘二十六分之五，就要变成数了。不会啊。因为七十八跟二十六可以约分啊。好嘞，这里哦。哦，因为这一个五分之二十六，两个都有，对不对？你就故意的两边都给它乘导数啊，乘上二十六分之五，要乘两边都乘，乘二十六分之五，没有，这样是很聪明。好，你乘的时候使用分配率啊，对不对？是你不知道七十八是不是啊？好聪明，那是因为你先知道了。哦，那你计算要再加油一下啊！好，的确啊，七十八二六可以约分，约分之后变成三三五啊，三五十五哦，等于十五哦，这给它编号第三次啊。那等于 x 加 y。好，这个是相加好的结果，对。好，相减也来一次啊，相减的话怎么样减？五减掉五分之一变什么结果？五减掉五分之几？什么意思啊？五减五分之一不会减啊？一减二。五减五分之一啊，五 x 减五分之一 x 嘛，就是五减五分之一的意思啊。哎，五分之二十四 x。对啊，五分之二十五减掉一啊，五分之二十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会变成了五分之二十四 x， 然后呢，五分之一减掉五是不够减，会变成负的，负多少？五分之二十一。五分之一减五，五分之一减五，跟五减五分之一是拆个负号而已啊。所以它肯定是负的什么五分之二十四啊。好，这样没问题。那我写慢掉了，因为五分之一减五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想为五分之一减掉五分之二十五啊。一减二十五是负二十四。所以相减的时候这边是负的五分之二十四，然后等于二七减五一。那 y 二y 没减的。二七减五一变什么？要纠正。二七减五一是负的，负几？负的二十四啊。好，一样，你要把这五分之二十四去掉，怎么做？等于乘上二十四分之五。对对，两边都乘二十四分之五，对，故意乘导数嘛啊，所以情况是类似的。这边呢，乘上二十四分之五。好，这边也是哦，给它乘上二十四分之五，等于负五。好，你乘完之后变什么结果了？减 y 等于负。x 减 y， 因为分配率哦，乘进来刚好都约掉，变一了。然后这边呢，约掉约掉，负五得到负五，给它编号第四次。再来你会做了吧？当你整理出来这样子哦，已经整理出来。啊。x 加 y 等于十五 ，x 减 y 等于负五。相加相加相加。对，你会发现你可以使用相加跟相减消去法。哦 ，x 等于十 ，x 等于五。好，如果相加好了，我们用第三次加第四次，会得到什么结果？三加四的话，三加四哦 ，a 加 x， 二 x， 对 ，y 消掉，十五加负五哦，是不是十 ？s i 就是五对 ，y 等于十，因为这个整数啦，所以你再来你不想用相减消去法，用代入的可不可以？当然也可以，也很快啊。s 用五去代好了，用五代，心算一下，五一块减五了，所以 y 答案就是，对啊 ，y 答案是十，所以这一组减 s 等于五 ，y 等于十。好，这种对称型的不要忘记，这样解就是正解，又快，又漂亮，知道吗？
这一题哦，来来，这一题引导你怎么做，所以你们都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。你们要题目这样写，他说设 a 加三 y 等于 a， 三 y 三 a 减 y 等于 b， 要求 a b 有没有？其实这一题跟你讲，真的考试遇到的时候，不是要猜括号，而是要使用到什么叫替代式，叫替代式哦。何谓替代式呢？你很聪明的，就令这个等于 a， 他帮你假设好了有没有？他说他就令呢 x 加三 y， 看到他就是 a， a 等于 x 加三 y， 然后看到三 y 减 x， 三 a 减 y 就是 b， 也就是说你要把第一式跟第二式怎么样，把这个换成 a， 有没有？把这换成 b， 把它整理一下变什么结果？哦，就变这样子的、啊，把这变成 a 啊，二 a 啊，所以你不是要拆开来知道吗？二 a 减 b 等于负一，把它变 b 啊，减 b 啊，减 b 等于什么？负一啊。好，这边呢？这是 a 嘛，对 ？a， 然后这是 b 啊，三 b 啊，加三 b， 等于什么？等于十啊，对？所以他才会说第一题要求谁？要求大 a 跟大 b， 怎么会这样求？他是故意的。好，这样求会变得比较好做了。好，来，所以你把它先算出来 a 跟 b， 这样会写吧？变 x 还不变 a 还变 b 啊？你们要把 a 变一样还把 b？ 好 ，b 就 b 啊，成几倍啊？乘两倍啊。两倍哪够力啊？你是要把 b 变一样不是吗？你 b 要变一样，你乘 a 变一样，然后先算 b。好了，所以你要把这个乘两倍，对不对？乘两倍哦，乘两倍变什么？二 a， 乘两倍是六 b， 乘两倍是二十。好，这先不要理它。好，我们看这两个。这一个跟这个洪良告诉我，二 a 跟二 a 都一样的，使用相加还是相减消除法？相减。啊？你洪良不是他吗？哦。哎，相减哪个？好，减来二 a 减二 a 是没了。负 b 减六 b 是几 b？ 等于七 b。洪良不是吗？你又没讲谁。负 b 减掉六 b 是负七 b。好，再来负一减二十呢？洪良。负一减二十。负二十很好。好，再来。b 等于三。you， 来你来。b 等于三。解一下 b 多少？三。b 会等于正三还是负三？正三。正三。移过来除以负七哦，变正三哈。好，再来带回去求 a， 看你要带哪一个啊？给你选。带第一个，第一个。是我就喜欢带这个哦，带这个。但是我。你看，三三九吗？九一过来减九 ，a 九一。可是 b 只有一个啊，所以不用乘啊。什么叫 b 乘一个不用乘？第一是 b 只有一个啊。哦，也可以啦，所以减三 a 过来加三变成二嘛，二 a 等于二 a 也是一哈，不管怎么样 a 都是一哈。好，所以第一题答案出来了，他问你说要求 a 跟 b 是谁，好，所以 a 就是一 ，b 等于三。问题是这样子对我求 x 跟 y 的解有帮助吗？有啊。哎、欸，看这里，当然有帮助啊。算好第一题。当你算出来 a 是一 ，b 是三的时候，你注意看哦 ，a 是谁啊？一耶 ，b 是谁？三耶，解啊，哦、解这两个啊。等于二。所以这我们开始这样解了哦 ，x 加三 y 等于 a， 不要写 a 了啦 ，a 就是一了。然后呢，三 a 减 y 怎么样？等于 b， 可是你不要写 b 啊，你要写哪一个？你要写 b 的答案是三嘛，等于三，那连你解，解这两个就好了。这哪边来的？从这边过来的，把 a 跟 b 换成1跟 3， 然后解这个东西就好解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刚刚一开始是不要猜，好，这个有没有对称？有对称啊。没对称啊，歪歪的，因为这边是正一，它是负一啊，没有对到，相加相减不大能用，好，效果也不好，所以刚才直接把它看把 s 变一样，把 y 变一样，我们把那个 y 变一样好了，把这个哈给它乘三倍，好不好？三三九九 x 减掉三 y。三三九来相加消去法，相加十 x， 相加消去 y， 一加九刚好是十 ，s 答案就是一，带到这边来好了。好 ，s 加一的话呢？你算太快了，是吗？对啊 ，y 等于零哈。哎，对哦，刚刚 s 加一的时候，一加三 y 等于一，一过来减一，三 y 等于零。这个时候 y 不等于三哈，你们有时候解法很奇怪啊。这时候三一块除以三，三分之零，答案是零，所以 y 就是零，所以它最后的答案是 x 等于一 ，y 等于零。那我这个三分竟然还可以答对，很好啊，表示你有在听呢、啊。你认为哦，这个题目里面所谓的未知数是 x 跟 y 还是 a 跟 b？a 跟 b， 应该是 a 跟 b， 所以他才会求 a 跟 b 嘛，他是要求那个什么二 a 加三 b 是吗？那后续要求的。那你要求 a 二 a 加三 b， 那你一定要知道 a 跟 b 是谁啊，对不对？
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好在，对，好在他有说这两个都是他的解，那就都可以带入。要怎么带？分开带，知道吗？比如说我在说国语啊，你要把这一组带进来，好不好？他有说都是他们的解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地上是你的钱，你要不要捡？当然要捡啊。那你的钱当然你捡嘛，他能不能捡？不行啊。他为什么不能捡？因为是你的钱，他不是他的钱嘛，一样道理。这他的姐，他能不能带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带嘛。他的姐，他怎么不带？当然带啊，怎么带 ？S 用三 ，Y 用五，带进来，都是就都带，都你的钱，那都捡的啊。地上都你的钱，全捡的嘛。他就两个人就好了，都他的姐有没有？通通带进来，好来。好，带进来。S 用三 ，Y 带负二哦，带进来。X 带三 ，Y 带负二，会变成负二负二。负二先写，负二等于 S 代三 A 乘三，三 A， 三 A 加 B， 变成这种结果。负二等于，我听不懂哎。X 代三 ，Y 代负二 ，X 代三 ，Y 代负二，负二等于 S 代三嘛，三乘 A 三 A 啊，所以负二等于三 A 加 B。X 代三 ，A 和对 ，X 代三 ，Y 代负二有没有 ？Y 代负二，请问老师为什么要笑呢？三负二啊。那 Y 直接等于 A 加 B 啊。如果你要写说 a 加 b 等于 y 也是可以哦，好不好？你说你要写3 a 加 b 等于负二，当然也可以啊，因为我们比较习惯的写法啊。老师上面数值是二分之三的负二等于3 a 加 b。你看啊 ，y 先写哦，现在 y 在二分之三的哦。为什么是负二？哎，这样就可以写。你还是卡在这里是吗？可以啊。你看到 y 没有？可以啊。y 是谁？负二。负二啊。对啊。看到 s 没有？看到。s 是谁？三。所以 a 乘三，三 a 啊。那加 B 找找啊，对啊，带进来而已啊。嗯，说我把这个带进来啊，带进来。要带两个哦。对，要带两个的啊。是带两个，我找书嘛，还有卡住。我的错嘞，带进来。好 ，Y 带二分之三的时候呢，先写二分之三啊，所以二分之三会等于来 ，X 带负一，负 A 哦 ，S 带负一哦 ，S 不见了哦。X 带负 A。变成负 A 加 B。好，你处理。好，你处理到这里的时候呢？啊？对，没错，因为 B 跟 B 有没有一样？都一样的，知道吗？马上使用相减消去法，你不要怕分数，这个没好怕的哦，来，因为 B 跟 B 都一样的啊，马上可以使用相减消去法。好，存证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来，相减的话呢，负二减二分之三变什么？如果你无法心算，就写出来。负二分之三。负二减二分之三，我就写出来啊。三 a 减负 a 变什么？二分之一啊，负二分之一。三 a 减负 a 是三 a 加 a， 可以变成四 a 吧？相减消去 b 嘛，相减就负二减二分之三，相减是三 a 减掉负 a， 等于负二分之七。好，整理一下啊，这两个相减变什么？比如说是负的二分之七 ，OK 啊。好，再来。那负负得正的哦，是 A， 所以 A 等于多少 ？A 等于二分。移过来是除，对，乘，导数啊，导数四分之一吧，负的八分之七吧，对，移过来乘四分之一啊，七分之八，负八分之七啊。好，那这个 A 出来之后呢，我们还要求 B 不是吗？带那边去好了。八分之七。把它带到这边来好吧。它是四。好，把 A 带负八分之七，它是二分之三，二分之三等于负 A。我的 A 是负八分之七，负的负八分之七变正八分之七，然后加 B， 我是要求 B 嘛，所以把这八分之七往前移怎么样？减八分之七。所以 B 会等于二分之三减掉八分之七，要通分通成八，上下都成几啊？上下都成四。四二八四三十二，十二减七够减。十二减七够减。B 就是八分之十二减七，十二减七。哎，是八分之五。好，八分之五啊。那要求的二 A 加三 B 可以处理啦。对，没错。二 A 加三 B， 好吧。二 A 加三 B， 算完了。我写到这边来啊，不够写了。二 A 就是二去乘上 A 是负的八分之七，再加三去乘以 B， 八分之五啊，整理一下，八分之二七十四负十四，
然后这边是八分之三五十五，八分之十五，所以八分之负十四加十五，一八分之一，对，好，所以它最后要的结果二 a 加三 b， 答案这一个，它叫八分之一。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哎，我在用心算。